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不讨厌的鱼木鱼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新刊《斗罗大陆》第四节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这次的新刊是继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之后。我现在是第三世，基础属性的话都挺高的，基本攻击力有146点，然后那个血量有1115点。当然我的武魂是双生武魂，是火凤凰以及雷霆圣龙。我的是莲花和天使。来吧，开启咱们这一季的魂师之旅吧。当然模组是有更新的。这个魂师之行，魂师生存的话，它是有更新那个成神系统。所以听从小伙伴们召唤，我们来了，厉害了。哎，这个2000多年的烈焰蜥怎么残了？我不记得，反正我已经到我狗了。我看一下我现在吸收年限。烈焰驱动凤凰之火，上限为676年。魂环吸收上限好像没什么改变。哎，我试着吸收一下。我的妈呀，魂斗宗，你居然敢去惹他。他刚开始没炸毛的样子看起来很好惹，打了一下他毛炸了。你要右键他，不能左键他。右键他之后，他会被你的那个，你如果实力强于他的话，他会被你折服。哦，就这个家伙吧，附魔。后面。我们现在没有魂技，先找一个那个低年限的魂兽，白木猫，534年的。这边还有一个邪虎，才294年，也敢跟我嚣张？哥，好欺负的逆师又出现了。年限多少？不记得。这个家伙2353年的。566年。566年，我要找600多年年份的。哥，我想跟你说，现在那个逆师的血量他正常的。如果是自然，如果是自然刷新的肯定是正常的呀。这里又刷了一个50。哦，魂斗宗。哇，他武魂跟你差不多。哎，很烦躁，不要。这是个实力强者的世界，咱们现在实力这么差，他们肯定是不会理我们的。咱们去到另外一边。哥，别叫我。你不知道我跟他，你不是说右键可以跟他对话吗？我一直跟他右键，他一直说我好烦躁，然后一巴掌把我给拍死了。肯定啊，换作是你自己，你也会这样吧？那可是我，你就不会拍死我呀，最多踹我一脚而已。海巨人，多少年的？4000多年的。解决了，掉了个什么东西？掉了一瓶那个。咱们现在好像是在一个小岛上面。这雨好像又关不掉了，我又回到了，起点。哎，这附近，哎。要朝一个方向飞。我跟着你。先逃离这片小岛。飞了好久，终于找到这个村庄了。咱们先探索一下。哦，有吃的了。
面包，前面有个妹子，试试转身走。3000多年的僵尸墓，我先把它解决了先。剩残血了，你去打他，他仇恨在我身上，快过来。你攻击力怎么这么低啊？再来再来，不要被他拍到，打两下后退，打两下后退。你是不是傻？好，土豆，这土豆你要不要拿？等一下，我看能不能吸收。怎么可能？吸收失败。你居然没有爆体额吧？因为我还没到等级吧，应该是。我好多面包，暂时够吃了。嗯。我们找个地方住一下吧。前面有一只好，好高的鹿。好的好的。看周围的魂师，这个家伙九世转生者，魂斗帝。嗯。好像刚刚在这边有个妹子，我去找找她。四世转生者。魂斗师，脾气这么燥的，正常的。铁疙瘩，干他！铁疙瘩跟他打起来了。这些人都不好惹。哼！哇！他被打到这上面来了，嗯，好家伙，他血量有2000多，我觉得我可以跟他打一架。我去挖点那个铁吧。我的妈呀！双圣武魂，他是烈焰心跟铲子，厉害！你别过来！我躺着也。被我干掉了。嗯，好的，不错，厉害。我要找个地方睡一觉。我也想找一只那个，找一只百年的那个魂斗士。这个家伙不喜欢我。哇，他是雷霆圣龙哎，不是雷霆圣龙。我怎么又被什么牛给打死了？先找一只低级的，我要找火属性的。好的。这是金属性，火属性或者是雷属性。哥，为什么你打他们好轻松啊？我现在是第三世，我转了三世了。我厉害。我要睡觉了。我想了又想。还是吸收了一个那个699年的属性无的僵尸，我现在有魂技了，可以了，我连只猫都打不过。第一个是凤凰之火，哇，这伤害好高，而且消耗的魂力也低，不错哟。凤凰之火，5000多年的小僵尸。解决了，我先做个合成台。你第一个魂兽吸收了吗？我打都打不过，吸收个毛线。我来帮你。你吸收上限是多少？我都没打死过一个，看不到。你可以先用水晕花。水晕花它是奶吗？
可以啊，等一下吧，我先把这边弄一下。奶妈的话应该是要木属性，木属性它是那个，提升那个什么治疗量的。给给救我，我被遁家了。僵尸木，你要找僵尸木。给给救我，我被遁家了，我一抽身就被两个怪给打。你为什么每一次都？哎，我的天！我还不能吸肉。我打死的肯定啊。哦。年限才几十年，你吸个嘚儿啊？我没办法，我想吸肉。要找僵尸木。嗯。周围找找看吧。好的。这里有两个，看一下。魂斗士，哎，嗯，他被我招募了吗？好像被我招募了，他是跟着我走，不错呀。看下面这个，魂斗士，也可以，你是我见过最亮的人。他们分别是那个什么，三和杜设图，三和设计图，跟那个，跟单武魂那个烈焰蜥。哦，这么厉害的吗？他们两个应该会跟随我。我被挨揍了，他们应该会帮忙。哇，帮忙了。他们伤害怎么样？伤害好低。两个小跟班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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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打发他们去要反，呸，去砍树。但被他们打死的没有魂环。好吧，那有点不太划算。假如他不小心打死了高阶的呢？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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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被他击退，他们两个都没受到伤害。可以可以。被打的节节败退，这个四千多年的那个练习。我终于有铁高铁剑了，我要抢到最后一级。 OK， 好家伙，又是被他们抢掉的，没掉那个魂环。嗯，看不到他们血量。解决了。不，哎，有魂环，这最后一下应该是我打死的。今后风雨共患难，不投穷年仇，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但求谁要跟你一起死啊？真的是，他们想的还挺多，想的还挺美。前面还有一个僵尸墓，人家是桃园三结义，我这是斗罗大陆三结义。我得打一只小狼狼。422年的墓，哎，被我打死了，一下就打死了。不准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来吧来吧，咱们这期时间差不多该结束了，就先结束了吧。好的。六千多，哎呀，哎呦，这个傻子跑到我面前，被我一拳给锤死了。我那只狼呢？你要想想看，咱们如果实力强盛的话，招募一些强者，那就很 nice。 来吧，结束这一期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